弟弟来逛夜市了，然后他买了一杯水果茶，你要喝吗？还是等一下再喝？好啊，那你往前走，找一下。他那个是狗。哈士奇。这个太大了嘛。对。你要现在就买吗？小贩的小贩，因为姐姐买一个，再买一个50。哦。现在先买明天的早餐。你也要现在吃也可以啊。4个100，2个50。他挑了什么？你挑了那一根哦。还有四个蛋。对，这个比较便宜。好哦。好。好。好，付完钱了，弟弟现在就要吃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弟弟喜欢吃蒜香面包，那你这样吃一吃，你还吃得下其他东西吗？吃得下剩下的。好了，往前走。为什么？好。对，麻将连连线。好，好，把钱也收。前面有超大洞洞乐。哇，天哪，你面包掉了，你怎么？你捡起来，捡起来，丢垃圾桶吧，没办法了，你这个不要吃了，因为夜市大家都乱踩，你这样很恶心。你以后吃东西一定要专心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掉了很可惜的，这个食物都浪费了。知道知道。爸爸，你知道你都不赚钱，你说我啊？我爸很专心啊。爸爸，你知道你都不赚钱。我吃东西了，我不专心，你这个掉了，我要丢垃圾桶了，你，哎呦。不知道，还以为我们浪费食物哎。就给我下。这个很好吃的东西，你就掉地上，走吧，往前走，找其他东西吃啊，没办法。碰碰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这里有鲷鱼。好，走，往前走。蒙古烤肉、臭豆腐、纽西兰牛排。妈妈？妈妈和姐姐呢？不知道哎，没关系啊。他们都走很快的。我们走自己的没关系。牛排。可以了，来第五。没有，我这里可以啊。吐司。哦，他们在那个夹娃娃机那边。妈妈。卡皮巴拉，你喜欢这个、哦？啊？那可以干嘛？好玩呐、啊。是啊。
爸爸会。先想一下，这很多摸摸摸摸奖啊。先看别人奖，看这个大哥哥夹一下。你要夹这个熊熊啊？夹那个炸鸡没有用啊？为什么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